型吊车缓缓升上高空，由道长为大妈祖开光，场面壮观。这一尊高达41公尺的大妈祖位于竹南镇后厝龙凤宫，去年9月开始，庙方为它重新粉刷修容。每隔10年，我们都是要彩绘一次的，因为什么？空这里因为属于海边地带，粉刷啦、喷漆啦，还有磨光啊、抛光，这个工程要8个月。斥资5-6百万元，重新为大妈祖清刷、粉刷、修容与结构补墙，近日完工，由道长为大妈祖开光，以迎接年底举办暌违24年的庆城佛教庆典。1个半钟头左右，完了以后再举办这些祭拜仪式跟那个科仪。大妈祖相当于12层楼高，比起巴西里约热内卢高38公尺的基督像地标还要高。工班得克服天气高度，赶在台风季前完成。10年一次的为大妈祖修容，真的不容易。三立新闻蔡文渊苗栗报道。